看到封面有没有想歪的？大萌萌，萌萌，你个大萌萌！这个东西啊叫象拔蚌，看一下有没有不认识的朋友？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认识啊。这个东西长得非常的那个邪恶，很漂亮啊，然后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。象拔蚌是一种高级的贝类海鲜，不管是男人吃还是女人吃呢，它都是非常补的。女的呢，这个可以就是尤其产妇啊，可以用来投奶啊，这个用它里面的那个内脏来煲汤，非常好。这个前面呢可以做刺身，就生吃啊，可以蘸那个，啊，漂亮吧？蘸那个芥末或者蘸点醋啊，都非常过瘾。怎么吃呢？这个东西用热水烫，然后把它这个表面的这层皮呢给它撕掉就行，然后直接切着吃。现在要把它吃了，这个过程有点残忍啊！用热水烫，我刚刚烧开的热水，是有点残忍的。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烫一会儿就行。有两个出气孔啊，就跟那个我们平时吃那个竹节蛏，大家有看到啊？竹节蛏那个那上面如果用盐，活的竹节蛏用盐浇上去，它会自己断裂，一层一层的。